今天，搬家早高峰，准时的早高峰。大哥，戴头盔了。头盔没戴。我去自行车道吧。你这红灯速度很快啊！我戴起这个没听到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在逆行？对不对？我休息，我上班，我也没。这小朋友是这样很不安全的。不然他要坐哪里？停！推过去！推过去！停！减速慢行！下来！不要！这边来！把我们的执行警察冲撞了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我戴耳罩。哎呀，不行了！防弹结合。 反了！耳罩，耳罩。训练过程要端正。啊！眼睛在哪里？说实话，让人失望。我们今天来到特警队观摩学习一下。 我们的队员能不能挑战？可以，好！哇！开始！三、二、三、哦，腰挺直，跟我这样啊！哇！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加油！别着急，程序。对，二、三、走。 对，快了，快了，哎呀，不行啊，太累了。今天马上我们要进行真实的上路查酒驾，稍停一下，马上放行。摇下车窗，减速慢行。警察临检，哎，报告，有危险！减速，减速，减速慢行，减速慢行。哎，打开车，车窗。 对你进行临时的酒驾检测，请您摇下车窗，请配合调查，发现酒驾嫌疑人，停下来，请配合我们工作。您现在呢，处于的是醉酒驾车状态。哎，我才喝了2瓶啤酒，这不可能最。你有驾驶证吗？抓！停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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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呦，不抓呗。这扎我眼睛一下，完了，当时就黑了这一下。